小狗学不了新把戏，对，就是在讲我。对呀，还能有什么好的把戏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算是要来血耻的。血耻哦，对，因为这个才艺之前曾经在节目上有表演过，曾经在这里被羞辱，被羞辱的很厉害。你这样讲，我们很难明白。对，为什么？几乎每一个表演都被羞辱，每个都有一点小问题。所有跟彩珍那个得垃圾哦，漂亮妹妹都会救我来垃圾哦，垃圾的时候我都会想着你哟。如果你害羞，不要跟别人说。垃圾哦，垃圾哦，垃圾垃圾好了，垃圾好你送噶。你歌词还记得，好厉害啊！准备很久哎，我刚直接看到千娜姐姐直接打一个冷战，加冷水的那种。我们跟你荣辱与共，因为你这段精彩的表演，对，我们也被观众羞辱。我们是一起来到底的共同体啊！上次来他是哦哦，我们有影片，我看一下，我是来血这个词的。他以前是一个钢琴家，但是他现在包起来了。哦，很久以前呢？很久很久，七年前哦。开始。都帮我找一下吗？都。你听那么久，你听不出来是多啊？耳朵刚刚也撞坏。嘿嘿。这个真的有蒙得很紧吗？终于他的眼睛重见光明，可以拆开了，可以拆开了。拆线，拆线。医生，他第一次看到人世间的时候会有什么表情呢？小钟，好 ，Get out of my way！ 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拿出来了，不写这个见好就快收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今天的表演呢，我又再加了一些更刺激的元素。哦，什么元素啊？我今天呢？还找了一个蒙眼歌手，蒙眼歌手，这一位算是哇，跟你讲，我之前跟彩珍那个 Lady Star G 哦，已经造成轰动。你都是跟女神合作。这个为什么我会觉得她是绝世美女？因为我就是看不到的，有点危险吧？没有没有，她一出来的话，宪哥会有感觉。哦 ，OK， 真的是一个大美女，属于我的菜那一种。我觉得是，不单单是你的菜，还是你的肉，该不会是小赖吧？秀琴。小 A 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见好就收，见不好快收，快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就是真的弹不好，我弹快一点。猛点弹琴，飞鸟何残？来 ，Let's go！ 天黑请蒙眼。我好像看到我阿嬷。好，今晚快点杀喽！确定看不到哦，跪叫啊，跪叫啊，跪叫喽！加油加油！请开始表演。想跳，听不见的。
不要理他嘛，对不对？我原本想说今天要来血耻的，因为上次没想到雪上加霜。我刚刚好害怕哦。对啊，哇，这个还要我们讲吗？对不对？根本是废材了。我觉得有点拖累他，真的，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真的还不错哦，但是这个关洛音的这个真的把我拖累。这可能有很多画面哦。对，这一段表演怎么样？你觉得 OK 吗？就是很尽力啦，很尽力，很好啦，很好啦。对，凡是努力的就算成功。对对对，有感动到。对啊对啊，你这个，我在这个练很久，用姿色来形容你，这个叫 fuckly， fuckly， fucking ugly， 有没有？你们看听得下去吗？现在开始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们这么肯定吗？有好，接着下来欢迎兰兰。